我们的神是为我们征战的神，阿们，他一直都在我们身边，阿们。今天早晨的时候，我们邀请你高举你的双手，高举我们的双手向神，因为他要赐下丰盛的恩典给我们，阿们吗？阿们，一起来敬拜。
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阿们。他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阿们。今天早晨是得着自由释放的早晨。阿们。今天早晨我们不再是被捆绑的，我们不再是被压制的，因为他的话语告诉我们，他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阿们。所以我们可以勇敢的宣告，不再捆绑，今得释放。阿们。所以我们可以勇敢的宣告，这个早晨神的恩典，丰富的恩典要充满在我的身上。阿们。三，我们高喊三声主，我们就来祷告，为着我们自己的生命，我们来祷告，所有的压制，所有的重担，所有的捆绑，这个早晨完全的离开，这个早晨完全的释放，这个早晨完全完全的得着自由。数到三，高喊三声主，我们就来祷告，一二三，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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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继续的对我们说话，继续的充满我们，继续的浇灌